妈妈跟妈妈讲话，说跳泳池，跳泳池。我其实把生活给大家看。谢谢石敬秀。就会觉得是说，哇，像那个做了一层，做了一层，坐电梯，做完一场梦。哦。对对对。美轮美奂。哦。就看《大白蜥》了。想起当时的感觉，我之前打卡整天的那个是我们的第一场游戏，哦，对，所以我是比较深刻。天桥很宽，天桥上比较更激烈一点。你们上次看片的时候，他们是两个片段，心跳超大。对，可是那个是第二季，是第二季。就是我们以为他们的后置有加心跳声，结果他们是没有加现场。但那是第二季，对，那是第二季。所以想起来是真的有心动那种感觉，对，听起来心很动。真的进去的时候会，然后一卡完，我那个时候是卡完，大概过五分钟，听到我刚刚。所以有什么像华人讲的，就也是会被怀疑，有可能被怀疑。其实导演在现场不掰弯每一个人，就是我，是导演本人也很歪，他本人超歪，当然是没懂。所以有觉得自己一路要被掰弯吗？就是说，你说被自己的对手吗？有没有哪个瞬间真的被电到之类？被对手电到？我觉得有啊，有一定会有。因为瑞嘉在里面是比较霸气那种，然后他就一直有点像照顾我或者怎么样。有时候我在对对，因为我在戏面的时候是算是对他到后面是心动。那我觉得与其说掰弯，不如说直接真的是喜欢这个人，然后是不分性别的，因为喜欢就是喜欢。那我觉得，当我们在看的时候，就是在看一个很唯美的爱情故事，所以也不会觉得说，哎，男男好像就是因为性别关系，然后会有些隔阂，完全不会有这样的感觉。对，你好厉害啊！你有别的感觉吗？没有，你讲得很好。我刚刚说试戏的片段。尺度太大吗？还是我和瑞嘉也 OK 了，也没有，其实我还蛮激烈的，蛮激烈的，我们也 OK， 最激烈的你们的不是很？就说朝现场都有一阵惊呼，你们不是我蛮激烈的，可是我觉得是可以公开，是可以的，对，因为我们并没有像他们那么夸张。我不晓得他们，你们是没有，我也不知道，我们就是，我没有看到，他们好像我有看到你了。哎，我是不是打架？我记得好像乔姐有说你试到把那个家具把椅子弄坏什么的，对，就可想而知是那个画面应该是很激烈。你是对乔姐比较不开心，还是对那个家具？对，没有，我是对你。没有了，就是真的蛮激烈的那一场，然后如是，对，有点可怕，受伤。受伤？不是哪里受伤？心理吗？哦，对，他因为那一场，他后来还有一点淤青这样。哪里淤青？我怕被他粉丝打。你们玩口味好重。重。妈妈可以接受。有点激烈，有点激烈。最亲密系的部分也会是这么激烈吗？如果坐在前面看到。学生时代不会激烈到哪里去，但是我们后面会蛮。上班族之后会比较激烈。长大以后就越来越长大，往上，成人世界，成人之美。刚刚有说，好像之前培养默契的时候，也会玩跟刚刚一样那种亲密小游戏吗？对，我们一开始玩的时候超级卡，但可以讲吗？卡，吓到他了。可以，没有吗？你说，你不觉得卡吗？我们两个在旁边看，我们觉得很卡。你们两个超顺，我们很顺，我们一开始就很顺。所以是到底为什么？就是就类似，就是每个就吃 Pokey 嘛 ，Pokey 巧克力棒，或者是摸来摸去来吃，不是摸来摸去啦，就是哦，没有，有一个是眼罩遮起来，对对对，就是摸对方，摸对方的身体器官，然后器官是不是要下标题？然后都是你，就是看他们喂，然后就是去认说，然后就是讲他人也是眼睛鼻子那种，然后你知道你戴眼罩，然后去摸上半身，没办法摸出那我哪一个器官是比较。
都迷人，都好摸，都饱满。好，了解，谢谢。都温暖起来了。所以现在对于这种肢体接触有比较习惯了吗？很自然。我们两个的肢体，然后我们的肢体，我大家的吗？对，就是大家都可以分享一下。肢体的我还蛮喜欢的，就是还蛮习惯的。然后，我觉得比较开心的地方就是这一次，就是都很敬业，不会，因为往往就是我们在现场拍，如果不管对手是什么性别、啊、如果只要一亲密戏，然后有一个人尴尬的话，那就完蛋。那这一次我们都是，就是包含我跟佑的，还有他们的，我觉得大家都非常的放得开，对，就是不会让看人会觉得他们是在用演的来去演说啊喜欢对方或者是怎么样，是真的蛮自然。那妈妈刚刚有说到就在戏里是比较震惊的角色吗？我在戏里面其实完全不震惊，就是大家看儿子生出来长这样就知道了，所以其实是很支持，我也算是神助攻啦，就是因为妈妈自己看得很开心，所以一直叫儿子要把握机会勇敢前进。然后所以我觉得这角色一点都不震惊，如果大家可以得到我这种妈妈的话，应该谈恋爱都会很顺利，因为我觉得我在里面给了 不少很棒的恋爱建议这样子。对，所以会在片场忍不住搞笑之类的。其实这我本来想说要稍微震惊一点，可是子虹完全没有给我很正经的机会，我们会即兴到就是无法他，然后后来就觉得这样子比较像朋友的母子关系，跟他这个角色蛮合的。不然他们谈恋爱的部分好，有的时候会太沉重，所以我是负责调剂大家，就是当他们在互相虐彼此、虐恋这个喜欢谁、这个又误解谁这些事情的时候，我就是负责让这些部分缓和一下。然后，所以唯美的部分交给他们，搞笑部分交给他们。妈妈可以分享一下有没有看到他们两个什么互动或什么片段让你觉得心情很烦？几乎是每所有You的画面，我都觉得啊，好可爱啊这样。然后他们因为我加入的时候，他们已经有一些默契了，所以他们平常会就是会合照，或是我好像在青光院的时候看到他躺在他的膝盖上，就是真的会有平常会有就是靠着他膝盖这种，就是在非拍摄的情况下也有这种小默契。然后妈妈就会自己在旁边想说，对，我们就是要看这个很好很好，然后露出一母笑，就对，我觉得这样就对了，粉红泡泡一直冒。所以我觉得以第一线观众来告诉大家的话，非常值得，很养眼，而且看完以后心情大好，这样。看到雨辰的时候觉得很可爱，可是子虹不是才是第一。对对对，这就是吃完礼物可以这样子吗？这就是妈妈的特，就是已经有一个儿子了，还可以觉得儿子的男朋友很可爱，这就是我这个角色的特权。所以，儿子当然也是很可爱，但是有点看腻了。看腻啊！互动的地方很多，而且因为他会吐我槽，他都在戏里面一直叫我大妈。所以呢，儿子，我在戏里面本身这个角色也是对儿子的男朋友比较好，就是有一种丈母娘看女婿，越看越有趣，儿子越看越可爱这样子。所以，跟儿子是互相吐槽关系，然后完全是儿子男朋友的粉丝这样。Oh my God，Sorry，Sorry，Sorry。刚刚有说事前好像大家是入戏吗？还是看完之后有什么感想吗？对于拍戏有什么样帮助？刻在看完对刻在入戏有帮助，就是有没有帮助到这个戏剧的演出啊？我觉得多少都有帮助到，对，然后。但我觉得，因为两个想讲的本质性都是在讲喜欢这件事情，就没有在讲性别有所差距。没有，对，我觉得是有帮助。那一群就是，你各位是不会好客，我都是好客，来看白雪公主。那这怎么全部塞给我？我有多失控了？来来，镜头在哪？镜头在哪？怎么样的谢谢、啊？你看他现在这个样子，就是他早上还踩了他对手的白鞋。哦，对不起，对不起，就是耍心机这样。不是，我要跟别人握手。你介绍一下自己啊。好，李奇，大家好，我是怎么准备这个角色？我是怎么准备？我是小心失控。他看的是人好客。也不是失控，就有时候会有一些即兴的演出，就是自己加戏这样子。然后就是让那个剧本本身更丰富的。
没有，他刚记者会前说他需不需要裸露，然后我们对啊，好啊，哦，他说为了摆脱他可以脱，他可以脱，而且在刚好最后脱了，没有，就这一次就好，就这一次，不用每次，就这一次，我没有看过好不好？我上上次没有啊，为了没有光可以脱，就为了这次，那帮我拿麦克风啊。哇！没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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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了，搞什么紧张嘛？搞紧张了。Okay, 他今天好综艺哦，好综艺。对，经纪人有交代，不能脱光了，快受不了了。对，没有脱的意思。没有，好不简单。他的游戏里面有，里面有，大家都只有他脱吗？还是大家？我们大家没有脱了。我没有啦，他们有脱，我没脱，我没脱，是唯美脱的。半奖半奖，半奖没有，没脱的，我没。想想不记得，我在装死，不要。想要呈现比较好的样子给大家看，所以在上戏之前有一直，因为刚好场边有哑铃，然后就也就稍微举一下，然后空闲的时候就稍微充血一下，嗯，充的蛮大的。学姐有看过大家的身材吗？有啊，那可不可以那评一下，评一下谁评一下是谁？第一名是他，真的不会听，没有，不是 CD， 是认真的，因为他连饮食都有控制。他那一阵子就是很注重饮食。那李琦间不李琦也有控制饮食啊？对啊，那就你脱了。哎，还在我眼里只有他。他是我的第一名，是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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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第二名呢？他有脱，他有脱，是我是没有。哇，有脱跟没脱一样。他现在已经脱了，他没有印象哎，层次有点多，身体。你不帮忙，好，没事，谢谢。那第二名谁是？他没脱，身材。哈？哎，我那个时候，厉害！哎，这就伤人，后面就伤人。这个问题就伤人。没有了，他真的很壮。那个时候，对，我们不需要往下评，好不好？一起脱的时候，后面都一样。可以期待看大家多少可以，然后第一季就有了，第一季就有，第一集就有，就是那个整个游泳池都被灌浆了，没有男友与胸肌，对吗？波涛汹涌，但真的可以期待，真的要肉的部分，真的也是没有在，那我吃饭没有在少，对，灌浆一斤肉只要300块，上等的胸肌肉，好。你们期待啊，我们期待，我们期待，我们是有点怕伤害，是不是？我们，先个屁吧，哈哈哈哈哈，个屁吧，好，好了吗？结束啊。